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废弃的车站。为什么感觉走错路了、啊？越走越荒凉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来到了后里乡。又见面了。我们不是一直都会见面吗？这是我们的频道，先生。我想说要一副就是我们很不熟的样子。嗨，你好，彩华。第一次见面。久仰大名啊！今天有大便，我不要踩我的。你知道来到这个地方，我就想要买什么吗？金子汽水，金子汽水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地方都是有很旧很旧的商店。我想要买弹珠汽水，走。顶住几家？我给那里的皮包包。五啦五啦，零五卡。向外面。它会喷，它会喷。真的。咻几嘞？咻几嘞就下去。你有没有力气啊你？好清爽。干杯干杯！你知道现在是秋天吗？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废弃的车站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泰安车站。我们现在进来到车站里面，来个售票呗。你好，我要去天堂。Can you speak Chinese?个人票一张，去天堂。你看到这是专业的来了，知道我们现在这边只开往天堂。对 ，Give me a heaven 。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？站长室，他以前的办公空间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来看一下这个阅历是几年的？2018，其实也还好，两年前。民国100年的卫生纸。2019年。9年前，他应该发臭。这里还有一个时钟，白天的时候不会动，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动。我乱讲的。到了铁道上了，这个铁道是可以下去的，它还有安装阶梯，走在这里不用怕被车撞。这可以动吗？先试试看。里面有布哎，还有一张床啊，还有旧的东西。我帮你打开。有一张床，还有工作室。因为这么重要，有人在用，就管理啊，有可能。这边现在就是旧的泰安车站，从民国89年被列为古迹，整个车站只有几层。那还有一个人啊，坐在那，那是人吗？那应该不是。我们要去找一个花梁钢桥，600多公尺长，废弃的铁道，一路走就可以走到那个。这样子再走下去哈，我们就会直接走到彩花想去的天堂。天堂，该会走到天堂。天堂路在这啊，两位上，匍匐前进，女娲人上，一路爬到那个。我们现在先体会当火车的感觉，火车什么感觉？轻枪轻枪。旧山线我们应该都没有体验过，从一只蜻蜓就开始规划。为什么感觉走错路了、啊？越走越荒凉。因为感觉等下就会看到萤石。那我还希望可以看到一下。你看过人生差不多是结束，我的人生会有另外一个开始，就变成丧尸。那我一定要当 warm body。warm my dead body。你改姓王啊？哎呦，这个地方酷哦！各位看一下，你脚没有踩稳，直接就下去了。这里很美哎，这里可以拍照，我帮你拍照，你回来。你看，这真的很美。去那个铁道之前，先来这边拍一下，捕捉一下网美景点儿。哎，这有惧高症的不能走哎。虽然它有铁板，但它铁板会扛扛扛扛扛。你以为是火车？是健身。我只是稍微穿了一件背心。其实可以脱了，全裸。那你要一起？我不热啊，我没有流汗啊。你怀疑的。各位，我们好像到了传说中的花梁钢桥。大家看看这两个白痴，现在又在这边网美照，又在这边耍低能。很美，这个蛮美。你是说哪一个蛮美的？啊！这边有一个隧道，这应该是通往另外一个网红景点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我们需要灯光师。是我吗？来，我来。Hurry then， 这里就不会巨高了，这边会巨黑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是什么。这边叫一个洞，就这样子而已。
个空间。里面有些垃圾，扁掉的垃圾。奶瓶哎，看，真的有奶瓶哎。还是以前弄口洞丢下。北洞口有1060公尺，南洞口200公尺，要走1公里的距离。两位，体验一下在黑暗中走1公里，是不是个不错的挑战？我觉得很舒适。舒适。我们来回要2公里。从现在开始计时，我们看看我们走多久后可以出去。慢跑的10分钟可以到。造起来这样，很怪哦。灰尘弄掉。看到没？这就是蝙蝠哎。它在洗澡。两只抱在一起。小贝。你在想什么？想你啊！他们吓死了。可爱，你好。蝙蝠长得像猪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铁棺。我们现在在隧道的正中间，这边有一堆软泥沙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越到里面越潮湿，而且满满的水深，很多地方都已经积水了。这边有一个洗手台，对。好奇怪。这真的有个洗手台，这边有一个水洼，有泉水跑出来。Dancing Sand， 这是台湾版的 Dancing Sand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前面有光了？搞不好前面就是一个网美景点。不一样，我们穿越时空了。刚拿的是傻瓜相机，我们是往回穿越的。34分13秒，从洞口南到洞口北出来，差不多花了34分钟。这是北洞口的样子，还有山洞，还有一站呢。我已经看到对面了，一下就到了。待会干脆走外面回去了。等，我要给大家一个知识，你们知道山洞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捷径。对，你这样走会到一整座山哦。李阳，你待会走过去，然后开车到这边接我。很棒。这个想法我 OK 啊，但是至少一个人陪我吧，我一个人自己在那等。等明天，这边很多粮食，让你慢慢吃。终于结束了今天的行程，泰安车站的轨道，孔康，还有这个车站，好累，满头大汗哎，我现在浑身发臭，臭都是汗味，好臭啊！那你是闻到你的腋下，你看到没？大家如果对我们刚刚去的地方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来这边玩玩看，但是要注意安全，因为其实有一些地方会蛮危险的，所以你们在走的时候要注意你的脚步，睡饱睡足再来。这边很多地方你要去是要有一点点勇气的，而且需要有体力。泰安车站古迹 ，You are。想看我们去哪里冒险，吃什么玩什么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。拜拜。